你是不是想说，毁人清誉非磊落之举？我一直认为，你还是一个比较有正义的警察。正义有用吗？ 国民政府的司令，肆意的盗墓。难不成你指望我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主持正义啊？你不吃惊？换别人我吃惊，但是胡司令，他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。还有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这个找出来，想干嘛？登报道歉。 还我爹清白，还有，还我龙武。我要是不呢？那我就把这信交给报社，到时候登上头条，抓不抓胡司令，就看你了。胡司令这种人，我惹不起他，他盗一百次墓，我也会装没看见。所以呢？所以。 这一局你赢了，照我说的做吗？不，这么看来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要是觉得这么处理问题好，你就这么干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但是我警告你。 你一旦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把龙骨立马销毁掉，你永远都别想拿到的。你要真销毁了龙骨，不比得罪胡司令的麻烦小。我爹和武门都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，今天无双当着风铃的面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但是丁云奇，我总得落点什么吧？还是那句话，无双帮风铃开了小昆仑。 我还你龙骨。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的还我龙骨。我今天来，就想告诉你件事：不管多少人守着你，我想杀你都非常容易。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嗯，谢谢。不用谢。不，我谢的。 是你没有把我和你爹的事儿告诉风铃。我想等到误会澄清的那一天，你家已经三口惨死，我不希望你是第四个。